在高中街舞社、热舞社、嘻哈舞蹈圈里面有着 SSR 之称的一个社团，他也是我们夏夜老师一手带大，目前第几届啊？第十一届了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光复高中学口，掌声欢迎 ，KOD 请准备，好了，音乐。不只会教小孩，也会教高中生，没错。来来来，排一排，排一排，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来来来，我是光复高中郑雨涵，我是光复高中黄晨，我是光复高中刘恩宇，我是光复高中陈丽婷，我是光复高中蔡品轩，然后 Miki 的蔡蔡姐姐。我是光复高中的杨雅妍，我是光复高中的蔡子轩，我是光复高中的思琪，我是光复高中的林星宇，我是光复高中的千寻。那个是你们喷的装备吗？你们有人那个刚从小琉球回来对不对？也变去小琉球吃不错，吃的不错啊，哦，变大品轩了，对，菜品轩变成肉品轩。哇塞 ，OK， 让我们谢谢由肉品轩带领的光复高中 Shake Fake Off， 薛他们开玩笑，他叫我讲，真的他叫我讲，我们那个白大哥那边都有录，对对对，好，谢谢我们的 Shake Off， 真的是非常厉害，好，谢谢大家。